1986年，中国由丹麦引进三台机组，建成第一座风电场——山东马兰风力发电厂，从此开启中国利用风力发电之路。随住改革开放、经济发展，中国喺风力发电逐步迈向国产年代。时至今日，中国已经系世界最大嘅风机制造国，产量占全球嘅一半。去年中国风电的装机容量连续12年全球第一，风能亦都成为全国电力其中一个主要来源。广东阳江去年年底启用中国第一个100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场，每年可以为大湾区提供大约47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，满足200万户三人家庭一年的用电量，减少400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。中国风电的发电量35年之间由26万千瓦时增加去到去年的6500亿千瓦时，从依靠外国技术向海外学习到今日自主研发成为世界第一，中国在风力发电的路上经历几代人的努力，真正做到自强不息、自给自足。保育与天地共生 ，ourchinastory.com 全新感受当代中国。